Tu parles français? Oui? Non? Le français? Oh. 这是哪国语啊? Un petit peu? Not French, but... Not French? Okay, so where did you learn all your languages? 哪几种语言? Chinese, English, Japanese, Korean... 日本語もできるでしょ? 日本語はどこから勉強しましたか? 私は東京大学って大家都知道谢霆锋不仅长得帅，而且唱歌好听，可是却很少人知道，其实谢霆锋还是一个学霸，人家不是花瓶，而是内外兼修。在最强大脑中，以为参赛选手自认全场最强，还现场秀五国语言，不料却被同样也会五国语言的谢霆锋碾压。王祖蓝在一边都看傻眼了，不得不说，谢霆锋真的太强了。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在加拿大读书，那边的首都是讲法语的，大部分的法语是要学的，然后我很小就去流浪在东京，所以日语也一点点。